约翰福音十章一节。约翰福音十章一节，找到咱们一同先读到第六节，先读到第六节，从一节读到第六节，找到没有？一二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，要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生人走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有逃跑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同闭目，为今天所查考的窄门向神献上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引导我们的脚步，感谢你祝福这一群儿女，使我们能够听见主你从天上来的声音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。今天你必走在羊的前头，因为你领着羊进到青草地和溪水旁，你把众弟兄姊妹都领到恩典中，你把众弟兄姊妹都领到青草地，你把众弟兄姊妹都领到溪水旁，使我们吃饱了喝足了，安歇在主你的脚前。求你亲自来带领下午给你的时间，祝福弟兄姊妹的心，使我们今天把心完全交给你，不叫我们肉在这里坐着，心却飞到别处，叫我们完全把心交在你大脑的手中。求主你来抓住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心成为你居住的所在，叫我们的心成为你的宝座。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设立你自己的宝座，叫众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中间得以苏醒，叫你众儿女都能明白你救恩真理的奥秘，叫众儿女都能够在你话语中间建造。求你亲自与你自己的众儿女同在，保守今天这一点的时间，大大的倾覆给我们，使听着和讲的被一灵所感动。求你的灵亲自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说话，因为你是动能的灵，你是说话的灵，你是参透万事的灵。今天你必在我们每个儿女中间动工，你必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真的在基督耶稣的爱中建立，使我们在你真道上扎根，叫众弟兄姊妹把你的道当作食物一样吃下去。求你使我们空空的来，饱饱的回去，使我们真得到你充充足足的赏赐，叫众弟兄姊妹在这里被你的圣灵大大的高摩，被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。求你亲自在我中间说话，求你亲自借着你的瓦器，将你自己要讲的话语丰丰富富的临到众弟兄姊妹，叫众弟兄姊妹不但得到恩典，而且是恩上加恩，不但有了信心，而且是本于信，是以至于信。也求你来应允我的祷告，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。好，咱们一同交通在门，耶稣就是羊的门，耶稣就是那门。在第十章的第一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实实在在就是阿门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告诉所有听到的人，不单单告诉门徒，也告诉所有后来世代的人，查考圣经的人，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说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，不是从门进去的，不是从这门进去的，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，那是什么？对，那今天教会中间不从门爬进去多不多？多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的，那都不是从门进去的，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今天称义的都不能进去。嘴上喊着信耶稣，其实称义靠什么呢？靠什么称义呢？靠行为称义，靠肉体绑臂称义。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贼，都是强盗，这是夺人命的，把你领到误区，把众弟兄姊妹瞎眼的领路都带进坑里去了，是不是？把你带进律法里，是不是从门进去呢？
是不是呢？是，我们可以看圣经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今天，那我们今天就照他那个话行；不是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进律法了，那就是被进咒诅里边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看加拉太书，先看第五章。先看这第五章，小子们，看四节。你们就要靠律法称义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等候。下面不是先行善积德，而是等候所盼望的义。第一点是靠着圣灵。第二点是凭着信心，第三点是等候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对。我重生得救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重生得救了，重生了。下面重生完了就是加行为。不是。啊？已经重生了，靠圣灵得生了，对不对？下面还要干什么？凭着信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已经。下面是凭信心，下面是什么？等候，等候。我重生得救了，还要凭信心继续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这个义的生命在我身上显明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义的生命在我身上显明，这就叫展门，对不对？这展门呢，有许多人不知道这展门是啥意思啊？我一直在讲，这展门就是耶稣。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灾呢很不容易理解，很不容易被找到呢？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不能很不容易被接受的，因为他死了，他被扒在光光的挂在木头上，所以这道门是一道灾门，不容易被人接受的一个理，就叫灾门，不容易被人接纳的一个真理，这就叫灾门。容易被接纳的，多半是容易被接纳的，我行点善积点德，这样被很容易被人接纳，对不对？咱们要提到行善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两嘴一呼到鼻就可以说出来，很容易就说出来。如果我今天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给我成就这个救恩，要叫我专凭信心，很难接受。你信不信？专凭信心很难接受的，叫你专凭着信心。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专靠信心很难接受的，你信不信呢？信。犹太人为什么抵挡耶稣？耶稣要他们信，他信不来，对不对？他们信不来，耶稣就说你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。他们想方设法要靠手，耶稣说你必须天国努力进入，你必须不靠手才能努力进去。你靠手你就进不去了，你靠手你守不住的。我来了，替你死在十字架，这个理，你必须接受这个理。我做一件事情，所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耶稣说，从前是你们自己做事已经失败了，现在呢，你不要靠自己做事，我给你做一件事，你来信就行。从前是你们自己做饭吃，现在我给你做一桌摆一桌天国的筵席，你来吃就行了。你来吃就得生命，生命长大成人了，就自然活出基督的样子来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现在都在这个理上了吗？整个教会你看是在这个理上吗？是用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子吗？都是要想方设法的从生命里跳出来进到生活中间。你不信你看，从恩典里跳出来进到律法中间，从信心里跳出来进到行为中间。你不信你看，从新约里跳出来进入旧约里面，从先人里跳出来进到旧人里面，从恩典里跳出来进到律法里的，这样的人多的是的，能一找不用故意找，一抓就一把，你信不信呢？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多的，教会是屡见不鲜的，这种人能找到一大堆。真正凭着信，本于信，下来还有以至于信，这样的教会多是少呢？本于信以至于信，这样的教会多是少？少。所以耶稣说，进窄门的人少不少？少。
少啊！信方舟的人多不多？从加勒比的乌尔出来的人多不多？从索德玛、俄摩拉出来的人多不多？少。啊，你神在旧约里就在不住的漠视我们，是不是？不住的在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真正得救恩的人特别少，真正找到窄门的人特别少。耶稣如果多，耶稣就会直接告诉你多的。现在你进一个教会，随便进去一看，你跟他一交通，你就知道他在哪里了。跟他一说话，马上不用几句话，他既或他装的很属灵的，你跟他说几句话，马上就露馅。你信不信呢？那属肉体的人，全要凭肉体成全，不凭信心，不等候神的意来到的时候，这样的人，你说几句话他就露馅。你信不信？现在外面有雪，现在把死还埋在那里头，埋在雪里头，太阳一出来马上露馅了，那能埋住吗？纸里能包住火吗？啊，能不能包住？马上就露馅，肯定就露馅了，一说话就露馅。这句话你不说话，你要不开口，愚昧人不开口，算为他的什么？智慧呀。当他一开口就说，而往往越不明白的人越开口，你信不信呢？越不明白他越说，他越说，那听见那个属灵的人听见了就不得劲儿，心里就不得劲儿，但他还说，他到底明白了没明白呢？多半都是怎么讲的？都是前面讲救恩，后面好救恩，前面讲信心，后面加行为，前面讲因信成义，后面加因行律法成义。多半都是在这里头。前面讲我是义人，但是我还是会犯罪的，我是会犯罪的义人。都把用后面的否定前面的，这样的教会多是少呢？是吧？多多的是这样的传道人，我不说这样教会，就这样传道人是多的是的。讲的挺好，讲是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耶稣的血都洗净我们所有的，但是还给我留下点，对不对？还给我们留下点，那我们还犯罪怎么办呢？是不是都在这里头了？你告诉我，这等人是住在基督里，是住在亚当里？亚当里是住在基督里，是住在肉体里？肉体里。明显的，这个人就根本他没在基督里，一看就能看出来，特别特别明显的这人，既或他装属灵，他不是属灵的，也预备灯，里边没有油，是不是啊？也是童女，但是耶稣却不娶她。耶稣娶什么样的童女呢？什么样的东西？灯里有油的，对不对？灯里没有油的，我就不要，是不是？再好也是童女，那童女是代表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再是童女，但是你里面没有油，主也不要。主要的是有油的童女，预备灯，预备器皿，里面有油，有油就是有重生生命的人。没有重生生命的人，即或你在教会中间装得很属灵，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属灵呢？那就一定不是真的属灵。但我们今天要看，今天要看这里边第一四节说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好了，他不是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，乃是靠着律法在人为的虚守。所以这样呢，他就会也是在嘴上说信耶稣，但是他不是真信。好，我们再看，还是加拉太书第三章，第九节和第十节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那我这个福从哪得来的呢？是以信为本才能得来，以行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以信为本，本于信，下面是什么？以至于信，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下面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，对不对？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
现在我们是以行律法为本，是以信基督为本，以信基督为本啊，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说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，说以信为本的必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我要想得福，不是我在做事，宰完不是我做事，宰完是耶稣给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从这个门进去了就不至于灭亡。宽门是从那个自己给自己选择一条路，不以信为本的这叫宽门，对不对？宽门容易被人接受，窄门不容易被人接受。因为耶稣被扒光了衣服，被挂在木头上，这件事情谁也很难接受。他被挂在木头上怎么能拯救我们呢？他都死了怎么能拯救我们呢？他都不能救自己。所以十字架成了，说你既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救你和我们吧。他能不能接受了？接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窄门？人没有办法接受的。耶稣基督被刮八流光，明明钉在十字架死了，怎么能救人呢？有多少人这么认为呢？窄门是人接受不了的，叫窄门。宽门是人人都能接受得了，在能够通过人的理性的就叫宽门，通过人理性的就叫窄门，对不对？听懂什么意思吗？通过人的理性，耶稣就死在十字架，通过人的理性，八流光做救主，这是耶和华发明的救恩，把他的独生儿子打发到人间，成为肉身的形状，大伙把他八流光羞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带荆棘的冠冕，用蝎子鞭毒打，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理是人人都不能接受的，除非神特殊的感动，特殊的呼召的人才能接受了这个道理。所以耶稣说，进窄门的人少不少？少。进灭亡的门多不多？多。为什么多？什么叫宽门？人人都能涌进去的就是宽门，人人都能用，都能通过理性的就叫宽门，人人这个一看就合乎我的观念的那就是宽门，合乎人理性观念的就叫宽门，不合乎人理性观念的就叫窄门。耶稣做事时常做的事情都不合乎人的理性，对不对？海面上行走合乎人理性吗？不合乎。耳朵掉在掌上合乎人理性吗？死了四天臭了又叫他复活合乎人理性吗？合不合乎？童女怀孕没来例假的女孩子怀孕了合乎人理性吗？老妇断了月经的可以怀孕生孩子合乎人理性吗？违背规律的都不合乎人理性，违背规律的就是窄门，不违背规律的就是宽门，对不对？在规律中间的就叫宽门，人理性人的观念所能领受得了的这都叫宽门，人的观念人的理性接受不了的都叫窄门。你信不信呢？所以耶稣行许多的神迹，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就是一件神迹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这样人不愿接受，人接受不了，他做救主，他自己还被扒光了，还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怎么还能做救主呢？所以接受不了。好，但这里边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就是被咒诅的；凡以信为本的，都是要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再看，罗马书。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。罗马书四章第三节，晓得没？什么样算往里爬？这就是爬自己费劲，对不对？从门进去不费劲，对不对？往墙爬费不费劲？费劲。那为什么这群人愿意往墙往上爬呢？耶稣讲话讲得很清楚的，凡从门进去的就是羊的牧人，凡从墙上往上，是不是越过门不要走门了，从墙往上爬的人。好，现在这个房子往上爬费不费劲？费劲。费劲代表什么？费劲代表什么？是不是守律法苦待己身呢？是人工在
人为在做事的，这个靠肉体苦在己身的，靠肉体绑臂的，立功之法的，都叫人为的，都是从墙往上爬的，自己往爬。好，一个羊圈，我要想进羊圈里是怎么进？从门里。从门进河里呀、啊，是从墙爬河里。从门进河里。哎，从门河里，这是耶稣讲的话。凡从墙上往外往里爬的都是贼，就是不走门的，就是贼，对不对？他知道门那个地方有看守的，所以他从别的地方爬，那是贼干这个事儿。我们今天进天国的是要从墙往上爬，还是从门进？你自己选一个啊。那门是谁？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羊的门。”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所以真正进门的人多不多啊？对不对？不多。是往上爬的人多不多呢？多，太多了。今天有多少人往上爬？我们看第十三节，十三节啊，我们看第十三节，罗马书四章十三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乃是不是，是否定，乃是是什么？肯定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肯，一个是否定，是不是的意思。乃一个是肯定，是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将来上帝把这个世界给我们了，你信不信呢？要我们做王，让我们和基督同做王，不但做这个世界的王，而且做将来那个新的世界的王，你信不信呢？在哪里说的？在哪里啊？你不进窄门，你走宽门，从墙上爬进去的，神承不承认？神承不承认你是羊？你从门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，神承不承认你是牧人？你一定不是个牧人，一定是盗贼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从门往上爬的多不多？多，多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现在不守圣经了，说圣经是老黄历的，过时了，现在不用守圣经，是从哪过去的？不要圣经了，是从哪爬进去的？是不是从墙上爬进去的？是啊。现在圣经的真理啊，咱们也看不懂，神也不启示圣经真理，所以呢他就开始整这个灵机岛。听过灵机岛了吗？听没听过？一回头倒一遍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给你祷告，一按手，趴在倒后边去了。有没有？有。这是贼还是牧人？对。啊？这是强盗，这是贼，是牧人。对。今天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不要单凭信，单凭信是进不去天国的，还得加上什么？好行为。信心下面不要什么，不要以至于信了，要叫我们信再加上什么？行为。你们说是好牧人坏牧人？坏牧人。这人明不明白？就叫你两下餐，人一半，神一半，是不是？前一半是神做的，后一半是人做的，对是错？错了。我今天讲把你吊得这么高，不要松手摔死了，对不对？往天上，我们今天是被神往天上救，对不对？现在救一半的松手，行不行？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摔死了。现在多少人呢？都是神一半的，人一半的，一半信心，一半行为，一半律法，一半恩典，一半救人，一半新人，赶上担子派了，赶上加德了，赶上马拉西支派了，是不是？一半迦南，一半约旦河以东，是不是？两下都要，行不行呢？一半人的，一半神的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你要靠神的，专靠神，是吧？你要本于信，就是下面还要以至于信。你别一半立功之法，一半进窄门，一半进宽门，不可能的。你或进窄门，或进宽门；你或靠律法，或靠恩典；你或靠人工，或靠神做工，好不好？这是很关键，很关键。神把世界都给我们了，都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
因信而得的义。好，再回到约翰福音，什么才算是往外往上爬的？凡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的都是往上爬。你们看十章一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我阿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。爬这件事好不好？进羊圈是光明正大的，爬是偷偷摸摸的，不干好事的人才往上爬，上你家偷东西才可强，不走大门才从墙往上爬，从别处往上爬，是不是？耶稣今天给我们开的这条门，叫我们从这个门进去，对不对？神没有叫我们爬，是不是？神没有叫我们越过门了，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，就是越过基督这个救恩的门，就是不靠耶稣救恩了，就是靠自己想方设法，我达到一种目的，今天我。这是什么？贼，这就是贼。这样的牧人就是贼牧人，这样的牧人就是狼，就是盗贼，他是抢人灵魂的。这个贼不是要别的，是不是？这贼是什么呢？啊，是抢什么？抢生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给你教导的方法不是用圣经教导的方法，叫你一半信再加上行为，那你一下就看出他是在抢灵魂的，对不对？一半信心下面靠守律法，就从恩典中坠落了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说呢？那我们不得有好行为吗？有没有人这么说？有啊，因为他说他把雅各书拿过来，他把雅各书拿着，你看用雅各书写的，他也不看前也不看后，有的人就是这样看圣经，不看前不看后，拿出一段圣经就叫大伙遵守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。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他就说你看这没有行为的信心死的，你看这不没有行为吗？没有行为不行啊。他也不看前面是怎么没有行为的，那是犹太人没有行为，犹太人这种信法，犹太人信的是光信耶稣，他不信耶稣，犹太人不信耶稣，他信什么？什么样的没有信，没有行为的信心？犹太人信耶稣，信谁呀？信神，不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信神加上什么？信神加上守律法，对是不对？对。信神是独一的，对不对？信神所差来的，信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才等于永生，对不对？这才叫真正的在人。当我信神，没有耶稣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。耶稣是神差来的，我信耶稣，对不对？我下面还是加，不是加上行为，我还要信耶稣，前面信，后面还要信，这叫窄，这叫窄门，这叫永生的门。我有了耶稣，我就有谁呀？我信了耶稣，我就有灵。我不用故意信奉去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认识我，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着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先叫你认识我？认识我才能认识父，对不对？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父。”没有神儿子连父也没有，但犹太人不这么信，犹太人直接信神，没有中保，必须借着耶稣的中保我们才能与父神和好，对不对？我不借着耶稣没有办法与父神和好，
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涂抹了我的罪，我无罪了，我才能与谁和好？不是和好，我直接去信神信父，可以不可以？啊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中间没有进中保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耶稣在十字架死，他成为肉身的替你赎罪，没有这个赎罪的，我直接信神，加上守律法。他的行为是怎么出来的？守律法守出来，假冒为善的行为。你们说这能不能有永生？能不能有好行为？自己在那守，守出来的行为是好行为，是坏行为？坏行为。上帝要的是什么？信耶稣基督。圣灵内住了之后呢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圣灵重生我之后了，在信耶稣重生得救了，对不对？重生得救了，圣灵在我里边更新，重新重生的时候，圣灵住在我里边更新出来的好行为，这个行为是神悦纳的，信神加上行为的。这是雅各说犹太人，你信神，你守律法，你守一条犯重的，对不对？这你听明白了吗？谁没听明白举手的？谁没听明白举手？听懂了吗？懂了。懂了。雅各书的要求的行为，是要求犹太人那些三柱十二尺还明写的。为什么今天教会一讲的就把那行为拿出唠出来，就给弟兄姊妹扣上？啊？就把你家那狗套来了，教会弟兄姊妹来了，你把狗套拿过来给弟兄姊妹看看。那你要看清楚，那狗套那是给狗套的，那不是给弟兄姊妹套的。你做牧人的怎么做的牧人呢？你怎么连狗套和我们的围脖都看不清楚了吗？你是真正爱弟兄姊妹，看冬天冷了给弟兄姊妹挂在围脖上，还是把那狗套套在弟兄姊妹的脖子上？那是不是给弟兄姊妹的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今天雅各书上说的行为是指证犹太人错误的信仰，不能产生出好行为的信仰，错误的信仰，信神加上守律法没有好行为，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，圣灵更新就有好行为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是强调这一点，有多少人就把雅各书叭就绑出来了？你要看看雅各书那给谁写的，有的人看都不看呢，糊了。你看这么写的吗？是那么写的？你看给谁写的？你得看给谁写的，你得看清楚啊！这发言呢、啊，雅各是指证那些在律法下的犹太人，他不认识神，想立自己的义，不服神的义。就都变成假冒伪善的一个行为，而他不是指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，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就等候所盼望的义就行了。他那个根本没有重生，自己信神，所以雅各说你信神是一味的不错，你信鬼我也信呢，却是恐惧战惊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和我们今天信耶稣重生得救了，我们等候圣灵在我身上更新那个行为，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绝对不可能是一样的，所以弟兄姊妹看圣经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去断章取义的看，一定从头看到底是这个书是给谁写的，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？而且雅各书从头到尾都是在责备犹太人没有好行为，对不对？他就天天责备弟兄姊妹，你们没有好行为。弟兄姊妹一看自己没有好行为，就想方设法用肉体死是装行为，就不再等候所盼望的意义，就不再等候圣灵在他身上更新这个过程了。我们已经重生得救，下不工作是圣灵在我里面更新，对不对？又接着说，他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对不对？这是提多书三章第五节，能听懂吗？好，再继续回到往上爬的，你就注意了，看谁是往上爬的，费劲呢，咬牙切齿往上爬的。啊！谁是往上爬？咬牙切齿，谁往上爬的？谁是靠守律法的？谁就是往上爬的？谁把弟兄姊妹带到律法中间了？这就不是好牧人，他就是贼，就是想方设法叫弟兄姊妹用力气往上爬，不用轻省的办法往里走进门。你说哪个容易？
进门容易，是往上爬容易？进门容易，进门容易。自己扛山跑，还是信耶稣基督能把山移走好？信耶稣走的好，好。哪个容易？信耶稣啊，信耶稣。是愚公移山好啊，还是信移山好？信移山好。我是自己拔桑树，桑树好啊，还是凭信心，耶稣把桑树拔起，连根拔起，再扔到海里好？信心。哪个省劲儿？是不从那墙院墙上往上爬好啊，还是从门进好？没。现在找人的人都找不着啊，找不着的人证明是瞎眼的，是睁眼的。瞎眼瞎眼。乱摸的人愿意往上爬，反正有个地方往上爬呢。你看不看罗德出那个，在为主所的马的时候，有一群人看着天使来了，他们就要把天使要那个同性恋。要把天使拿来印他所为，对不对？罗德出去说，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，印你们任你们所为吧。后来天使就把他拽进来，外面的人就眼睛就像被什么迷了，都瞎了，对不对？摸不到门了。现在有多少瞎眼的人摸不到救恩门呢？那是摸不到救恩门的人才往上爬的，对不对？找着门的人能不能去用自己的方法往上爬？神今天就设立这么一个窄门，那窄门就是谁？耶稣基督。所以你不要问怎么进窄门，怎么走窄门，你不要这么问。你这么问的，那你今天你对耶稣了不了解？耶稣是不是说我就是那门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凡不从我进来，就是你越过我的教训，不是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的称义的，那都是往上爬。凡费力量的都是往上爬，对不对？爬来爬去你也爬不进去，神一旦被人发现了，就把你当贼，给你什么？给你逮起来。越爬的人越进不去，你信不信呢？从门进去的，光明正大从门进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咱们再继续往下看。注意看第二节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你怎么知道这个牧人是从神来的呢？有的人那眼睛，就那信徒也不会发现这个人是牧人不是牧人，就随便跟着跑啊。只要拿一本圣经，戴一个眼镜，就以为是牧人。拿个圣经戴眼镜，你怎么知道他那眼睛是近视镜？他眼睛近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那近视眼你不知道吗？近视眼没有属灵的看见，对不对？没有望远镜，对不对？用近视镜看近处的，表明它是什么？你自己想想。第二节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什么？开门。什么样的人开门的给他那看门的给他开门呢？就是从门进去就给他开门，不从门进去爬进去就不给他开门，对吧？想方设法的，偷机取巧的，用另外一种方法，不照圣经的信主之法的，都属于盗贼。再往下看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生人走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。你是不是主的羊，就看你跟谁走。你有没有重生的生命？有重生生命就是主的羊，是主的羊就听主的声音，不是主的羊没有重生生命的。谁都一样啊，哪都行啊，只要捧着圣经啊就行了。只要背这个钱囊啊，就是主的门徒啊。背钱囊是不是都是主的门徒？啊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不是啊。你不要以为外在的就呼啦呼啦做主的工，做了三年工白做的，杜甫崩裂的，对不对？上吊死的，那是主的羊，那是主的牧人吗？好，再继续往下看。
门徒耶稣讲这话，门徒明不明白呢？他们不明白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七节，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”他们从这个门进来，是不是从耶稣这个救恩的门进来？现在有多少进到这个救恩门里头？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羊的门，你要想进羊圈，必须越过，不能越过我的门，必须经过我这个门，对不对？”必须经过我在十字架上受的死，来接受这个救恩真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什么？小，找的人少不少？少。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找到人也多呀。哪个多哪个少？窄门多是宽门多？不信你现在看，就真正明白救恩的人有几个人？真正服下来，真正看圣经，回到圣经救恩真理上有几个？有几个呀？查一个圣经，把这圣经撂着不解释，开始啊，三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就来了，根本不是讲圣经啊。主的牧人不讲圣经吗？就开始怎么做见证了，弟兄姊妹。你看我的见证，给你讲讲啊、哦！我一求大楼，就来了一座大楼；我一求宝马轿子，就给我来个宝马轿子。你们也这样？你们说这人是贼是强盗啊，还是牧人？对，贼强盗。那怎么还有人跟着跑呢？谁跟着跑的人，证明你是羊啊？你还是不是羊？啊？他家这个狗。这个毛弄的哪都是，还像羊毛似的，那么细的羊毛，哎，那个长那个也样也像羊，但那不是羊，对不对？教会中间要不是羊的人去跟谁跑？不是羊的跟谁跑？跟人跑。你说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道理很容易迷过人，对不对？很容易被接受，所以是它是个宽门。弟兄姊妹，咱们信耶稣就是为了求祝福的好处。就为今生的好处，就是为房屋，就是为做买卖盈利，就是我们今天求宝马轿子就出来宝马轿子，我今天我要求大楼就给一个大楼。信耶稣到底是求楼还是得生命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你得要分清楚啊，你得要看清楚啊，到底耶稣来是赐什么的？是赐生活，是赐生命。我要想得到好生活，我不需要信耶稣也照样，我要只要努力的做买卖，多赚点钱，我就有好生活，就改善了生活，对不对？嗯，人说你得生活好才荣耀神呢。生活好才荣耀神呢，你要生活不好就不荣耀神了。我给你举两个例子，拉撒路与财主，哪个生活好？荣不荣耀神？没荣耀神。拉萨路捡饭渣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捡财主桌上掉的饭渣，他上哪了？地狱了。啊？那拉萨路捡饭渣的上哪了？荣不荣耀神？那财主呢？在地上有好多的好处，是不是？有许多的钱财，到哪去了？地狱。那你能说有钱的荣耀神，没有钱的不荣耀神？现在中国有钱的多不多？多，他们都荣耀神吗？荣耀神。耶稣说，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。有许多人，他现在不守圣经，他的心想一个事，他就说一个事，那个嘴呀、啊、就在他脑袋上长，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那嘴根本不是神的嘴，神嘴说谁的话？谁的话？我们这些信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什么？可怜可怜。我要是那贪财，我叫弟兄姊妹十一抓十戒，抓四戒，你们抓了四戒之后呢，给我奉献十一。我要是贪财的人，我就会这么讲的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们给我奉献十一，我也不是贪财的人。我今天传道是甘心乐意的，是主的呼召。是主的灵在我里边感动我传道的，并不是人叫我传道的，没有人呼召我，我也没跟任何人去学过，
凡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生活中间的，从生命中间出来的，带到生命就要跟好好建造生活，在地上建造。那这就是什么门？什么门？宽门。凡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生命中间的，就是什么门？凡是把弟兄姊妹带到律法中间的，就是什么？凡是把弟兄姊妹带到恩典中间，就是什么？凡是把弟兄带到行为中间的，什么门？凡是把弟兄带到信心中间，是什么门？凡是把弟兄带到自己面前，是什么门？凡是把弟兄姊妹带到基督面前，是什么门？凡是从墙上爬过去的，是什么门？凡是从门进去的，是什么门？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，是什么门？今天守基督教训的是什么门？你就知道什么是窄门，什么是宽门。不我编的，我编的吗？我根本就没编，那圣经就这么写的，对不对？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，就没有神，对不对？守着教训又有父又有子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明那么写着呢，那圣经就这么写着，谁要越过基督教训不长守，这人就没有神，心里就本人根本就没有重生生命的人。这守人教训，我一讲起就吓得把那个人吓得头发就站起来，我一讲起就，哎呦，头发擦擦擦擦，有点像谁的爆炸似的，头发全都支起来，就告诉，哎，我要好你讲启示录呢，这哪能讲呢？那得什么时候讲？我就要问问他，怎么不在我面前说这话？我问得什么时候讲启示录？等大灾难来到时讲启示录，弟兄姊妹还没预备好心灵，啊，等灾难来到再讲启示录吗？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将来真有大灾难，我的嘴说话就。上帝就借着我的嘴在说话，汶川的地震就提前15天，神借着我的口就说出来了。我写了3封信，给胡锦涛写了2封，给白岩松写了1封信，都没给我回。我最后在剧团，整个剧团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在那里说，跟当面说，我说中国一个要发生一件大的地震。当时是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也问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就知道，我有这个预感。后来过了15天，地震来到，马上李凯给我打电话。文浩，你那预言太准了。我说不是我编的，这是圣经里记载的。哪一邦哪一国不敬畏神，必要灭亡，必全然荒废的，对不对？属灵的人就能看透万事。你是看圣经里怎么记载的，对不对？将来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的，将来会有大灾难来到的。那我不讲启示录，弟兄姊妹没预备好心灵，等灾难一来到了，3年半的饥荒将要来到，你没有预备好心灵，你怎么能够面临这么大的灾难呢？冰雹、地震、饥荒、战争、瘟疫、蝗虫，各样的灾殃在攻击世界，野兽。三界都出来了，灵界的、魔鬼的、神的和人的都出来征战了，三界都出来征战。你想那时候死的人多少？到处都是腥臭味，到处都是死人。看着汶川地震和那玉树地震的时候，死那些人，那个走到那个地方，远远的就闻到臭味，腥臭味。那个臭味是人接受不了的，你没办法吃饭，没有办法喝水，那个臭味。将来也有那场大地震来到，那大饥荒来到，众山岭海岛全部挪移位置，那是50级的地震，把所有全世界的城邑全部倒塌了，大地都裂掉几半了，整个大地晃的都裂开了。那时候怎么办呢？神借着我们这群人，就是要警戒，叫这个世代的人都起来信耶稣。哪一邦哪一国不敬畏神，必要灭亡，必全然荒废。但我们信耶稣的人，上帝用大能的手来荫庇着我们，在灾难来到，这灾必不临到我们身上，好不好？好。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今日要寻求那一位造物的主，来敬畏那一位造物的主，那是最值得我们钦佩、最值得我们敬畏的一位
伟大全能的上帝，我们去把它忽略了，去自己想出一套办法，像佛教似的靠古代几人修炼，天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的，唯独照着圣经所预言的，照着圣经所记载的，遵行主天父旨意的，这样才能进去天国的。任何人靠苦待己身没有办法进去天国，任何人靠人自己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进去天国的。永生是上帝赐给所有这个世上的所有属血气的人一个应许，但怎么来得？耶稣说必经从我这个门经过，我这个门是进天国必经之路，必从我这个地方经过，不是从我这个地方经过的，用什么办法行善积德呀？做好人呢？那电柱杆子专门就找什么样就自义的人，做好事的人，那电柱杆子会都长眼睛的，该砸谁就砸谁，砸什么样的人？你们说，雷锋好不好？砸不进。啊，雷锋好不好？哦，雷锋多大死的？二十三岁死的，对不对？二十三岁怎么死的？俩人打死的啊，是做好事儿死的，还做坏事死的？你就知道传道书做好事的人，你要不认识上帝，做多少好事都不当死。这电杆就专门找那个做好事的砸，那才准呢，一砸一准。砸上你就不能再做好事了，对不对？听懂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凡从爬进去的，就是自己靠做好事的，都是爬，自己费劲做好事，对不对？就是那咱们不做好事吗？肯定做好事，我们做好事和他不一样，你信不信呢？基督徒做好事不跟他不一样，保证做超越他们的好事，你信不信？把人从地上救到天国里，好不好？叫死人复活，好不好？像这大麻风得医治，好不好？把上帝国的福音传给世人，好不好？比他更好，对不对？这是基督徒啊，这是基督徒。彼得在狼门下遇见个摊子，他怎么做的好事？他是给他钱呢，还是吩咐他起来？起来！你们说哪个好？是给他钱好啊？让他起来好。那摊子在那个地方不能动弹，往前蹭蹭一蹭蹭这么远，一蹭这么远。管彼得要钱，彼得说不说？我给你钱。彼得说一句话，说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这摊子就什么？一下就跳起来，蹦着跳着赞美神，对不对？行走的跳起来赞美神，好不好？这是上帝要的。今天我们要把这样的救恩真理传给世人，叫那些摊子都起来行走，好不好？这是上帝要的。你所做的好事跟雷锋一样，你所做的好事跟王杰一样，跟杨子荣一样，先修海、向秀丽、蔡永祥、孔繁森，跟他们一样，你还有什么比他们有什么长处了呢？你做的他们也能做，所以他们说你跟我们信耶稣跟我们差不多就一样的，你和信佛的也差不多都一样的，信佛的也是行好事不做坏事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信耶稣是光为了行好事不做坏事吗？不是啊，那只是你看见的一部分，你最关键的地方你没有告诉他，信耶稣不是单为了行好事，而是为了得永生进天国。他说引进永生大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人也少。引进灭亡大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找到人也多呀。这条路真正找到救恩门的人不多呀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到圣经中间，看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上帝是要叫你们今天就只是做点好事，将来就做点好事就完事了，还是今天叫所有的人都承受永生，都进窄门，都从羊圈门进来，进来的人才能出入得草吃，不进来的人他得不着草吃，得不着草吃那样的，虽然嘴上也称
我是基督徒，有没有生命呢？没有，没吃到，没吃到上帝所预备的草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继续往下看。耶稣在这里头向所有的门徒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就是。”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，都是贼，是强盗。”这是耶稣亲自说的。他说：“什么样是牧人呢？”他说：“在我以前来的都不是好牧人。”往下看，他说：“我是门啊，羊却不听他们的。”现在有多少羊啊？那个羊虽然说是羊，但是呢，可以说用一句最不好听的话，它还不一定是个羊，因为它谁话它都听，它听谁话它都说差不多少，听谁话它都说行啊，差不多就行啊。你们说差不多行是差一点都不行。啊，就这里是差不多就行啊，是差一点都不行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必须通过耶稣的门。佛教说你们通过耶稣啊，俺们通过释迦牟尼。佛教说我们通过释迦牟尼，伊斯兰他说什么？我们通过穆罕默德。道教说我们通过太上老君。啊，你们说对不对呀？不对对。源头不对了，结果就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所信仰的源头是谁？耶稣，他就是我们进天国的门，是我们成就永生的门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若不从这个路进去的，几乎你今天捧着圣经，没少付辛苦啊，受了许多的苦，眼泪没少掉，是不是？你都白忙活。我说这话弟兄姊妹不知道，弟兄怎么能听着不能听着，你信不信呢？如果你不是按照圣经所应许给我们的走这条，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这道门，这个窄门，这个永生的门，这个救恩的门，你想进天国容不容易啊？容不容易？你现在越过基督了，就听人的，人说你去听你就去听了。有人这么说的，你听我跟你讲，有人说我就信我哥哥，俺家我哥哥那是我亲哥，不能骗我。我哥说对的，我就说阿门；我哥要说不对的，那我就说不对。他的嘴给他哥长的，他的心给他哥长的，他的眼睛给他哥长的，他的嘴给他哥长的，你看他的生命都给他哥长的。你们说这个人啊，这个人认不认识耶稣？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家里你姐姐你妹妹，他们是传道人，他们说错了，你说那我姐姐，那我妹妹，那我哥哥，他们没有错，你这么认为吗？不，错就错了。我爷爷，我祖宗，我第八辈的老祖宗从地里钻出来说一句话，扑通一下从地里冒出来说一句话，我是你老祖宗啊，一下冒出来脑袋跟这一颤，我是你老祖宗啊，我今天我叫你听我的话，别听圣经的，你听不听？不听啊。看僵尸从那里出来的，你也不要听，好不好？要怕僵尸，他说话我就得信呐，我怕死，我就得信呐。你怎么这么，啊？你怎么这么，用这个东北话，怎么贱呢？出息的，那我老，那是我活老祖宗啊，我老祖宗又活过来了，所以他说啥我都得信呐。你信不信呐？不能信，不能信。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，现在就在这个地方。教会是什么？家族的教会，家族去做传道人的多的是，对不对？但是家族错误的多的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个教会叫家庭教会呢？你们说家庭教会从哪起头的？一开始就一家几口人，就咱们在一起信耶稣，
以为什么教会？家庭教会。国家去的临时也要来参加聚会，问他你家庭聚会我们参加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来可以啊，我但是我们也是家庭教会，就我们一家信，所以我们一家就敬拜耶稣，就按照自己的脑袋，也不看好啊，查查圣经，啊，念一段经文，刚才就开始祷告祷告，完事了，唱几个赞美诗歌，哼哼呀呀像掉牙似的，啊，这就叫家庭教会，就这么产生的。那三次教会又怎么产生的？三次教会怎么产生？啊，吴耀宗是不是啊？丁光训发起的三次爱国爱教委员会正发起的，对不对？无论是家庭教会，无论是三次教会，我们今天都要回到救恩真理上，把自己的什么家庭教会、什么三次教会的名更掉，基督教会，好不好？好。不是三次教会，也不是家庭教会。基督教会是以基督为头的，家庭教会以什么为头？你们说以什么为头？以基督为头。那大哥说话呢，我就听，因为他是家庭的家长，是不是啊？那小弟说话呢，就不中听，因为他小，说这叫家庭作风，把耶稣给推掉了，基督给推掉了，对不对？基督教会啊，现在教会这是这样的屡见不鲜呢。好，这是基督教会，下面还有什么？家庭教会啊，还有什么？三次教会。三次教会。基督教会、家庭教会，还有叫弟兄会的，还有叫什么？好多好多的，还有叫那叫什么？分兴会的，好多好多的，我不说了。分兴会、弟兄会、三次教会、家庭教会，有多少人真正的叫我也不属家庭？我也不属三字，我也不属弟兄，我也不属分行，也教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离开基督这个头，你要能讲真道就怪了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教会是以基督为头的，基督才在教会中间才做王的，教会以家庭做王，基督能不能管？不乖，因为耶稣说咱俩没有关系，你这不是我的教会啊，你这是家庭的教会啊，所以基督不在教会中间动工，因为三次教会是他说你这是三次教会，不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道讲？神不感动他，圣灵不在这里面做工，所以他高举的是谁？家庭。他高举谁？他高举谁？他高只要给自己起个名，就立个帮派。就立个山头，个人都在那里头占山为王，你讲再讲真道的他也不接待，对不对？你讲什么真道他我是王啊，家庭我老大呀，我老大，你谁来讲真道的不好使，你讲完了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这教会我说了算，我的教会啊，对不对呀？对，我有没有编？这就是政治事实时代，是吧？国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啊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事实就是这么说的，这根本就没有王了，不要基督做王了，把基督的头提掉了，教会基督他俩是夫妻俩，你给提掉了，你前面家庭你是教会的丈夫吗？家庭是教会的丈夫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三字是教会的丈夫吗？不是的。弟兄是教会的丈夫吗？不是。分兴会是教会的丈夫吗？不是。谁是教会的丈夫？基督。基督是教会的丈夫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，这样才叫教会。为什么教会会分裂？人还不知道，瞪俩眼睛还不知道呢。为什么教会会分裂呢？教会因何分裂的都不知道，找一找原因呢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教会，基督的身体会分裂吗？不会。
如果真是基督教，基督会包容，所以上帝不包容，因为神说凡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除。因为所栽种的东西不是我父栽种的，必要拔除，必要拆毁，重新建造，对不对呀？因为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和我天父没有关系啊，和基督这个教会现在有许多教会和基督没有关系。我的教会，他的教会，哪来你的教会？你怎么会有教会呢？都是基督，你不过是个上帝所临时使用的器皿，你怎么是教会的头呢？你的教会哪有你的教会？谁的教会？基督的教会。再别说我的教会，好不好？把教会都归给谁？基督。把荣耀都归给谁？基督。把权柄归给谁？基督。能力都归给谁？基督。好不好啊？好。这样的教会，基督的灵才在里动工呢。为什么有的人就明白救恩，有的人就说到死了他都不明白救恩，是吧？临眼睛闭上那一天他都不明白救恩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所信仰的和基督没有关系，你信仰是家庭教会，你信仰是三次教会，你信仰是奉行会，你信仰是就是弟兄会，你根本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上帝就不管你，你这教会呢就天天活在宗教，活在哪儿？活在哪里啊？宗教。活在宗教生活里，你信不信呢？全都过宗教生活，礼拜天呢去走走形式，不得不走；讲道呢，不得不走走形式，凑合讲道。为什么你难怪听他们小道士说你听得难受呢？拿查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放着不管。嗯，张三你是字儿王二麻，东家长底家短，狗上锅再添饭吧。全这些东西，他根本不来。咱们把这圣经一节一节给他查完。基督说我是门，为什么说是门？门是必经之路，对不对？这么查，别把那些见证查这段经文。和他的见证根本就不足，目的是什么？解不了这段经文，查完这段经文，用见证来凑时间，把这时间凑满了完事。嗯，不是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，这叫应付了事，对不对？嗯，应付了事。现在这样应付的多不多？不会想到上这找死，上那找死去，就这圣经看不着。上这找点，上那翻一点，好不容易把这别人的资料扒过来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从别人扒出来的那叫什么？啊？偷来的，对不对？是偷来的。这圣经有一个偷窃神言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偷来的？他是偷窃人的话，把别人都领受完了，他偷来了，他偷来了，暂时的应付一下就完事儿。你讲道不要这样，不要撒玛利亚的夫人，好不好？撒玛利亚夫人都是什么？我自己里边是空的，我这杯子是空的，山河里拿一罐子水，回来给家里用完了之后又是空的，对不对？用完可能再上去，你借我点儿呗。这水怎么来的？现来的。这叫撒玛利亚皮罐打水，有没有限？有限。这是有限的，这叫皮罐子打水的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必要从他腹中流出水，不是从别的地方进来的，不是皮罐打水有限的。而是流出来的，而是圣灵那个灵接通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手电筒照能照多长时间？啊，这灯能照多长时间？把这开关一打着能照多长时间？警察多长？啊，这手电筒照来照去，会什么？没电。没电了，对吧？
听懂了吗？挺好，休息一会儿。